定服务站就实定休息区，全区的实定都可以使用。对，所以你看多划算啊！我们只有收十分，收十分，对，所以你看，等一下，有，来，那个刚才有拿纸的，我有额外给他们礼物。哦，有额外哦。对，只要你有拿，我要拿这边传单的，对，我送你。有刚刚拿到 DM 的才算，有拿 DM 的才有，你有拿 DM 吗？还没有，他们都没关系，待会还有其他礼物送好。这个是学生洗手皂，是为了防疫用的，就希望大家可以带出门洗手的时候可以使用，不要把它拿来当护唇膏哦，看起来真的蛮像护唇膏。如果是我拿，应该是觉得还可以。好，所以呢，这次跟大家再讲解一下，那我们这次总 total 我们会有几个手做 DIY 啊？四个，没错，总共会有四个手做的 DIY， 原价多少钱？2600，没错，原价2600元，原价2600，现在特价只要多少？1300，很好，现在特价只要1300，所以呢，请问一下，我们在哪里集合啊？捷运站集合，9点到9点半，只有在哪一天才有这样的活动？1月31，很好。那我因为这边其实还有两个面线要送给他，因为这是蛮大的，对，这是大礼物的，所以我要来问问。对，等一下我先把一些小礼物送吧。所以呢，请问一下实定在哪里啊？终于肯大声了，看到礼物才肯大声，多么现实的一群人！很多人都还没拿到礼物。好，来，我们先把我们的见面礼先送，见面礼先送。对，你有吗？好，来这边。那待会呢就要来送面线，请问面线来自于哪里？对，没错，实地在台，我在台湾的哪里啊？对，所以我总共有五个问题可以考考大家。对，你刚说旁边的鳄鱼叫什么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这样子，我们培养一下默契，因为你们先来的人总不能把答案告诉给后面的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先不要讲答案，我说3、2、1，你们举手给我新北，然后你就来选人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示范一次，培养一下默契哦。来，3、2、1。先出题目，然后刚讲完题目之后呢，我会说3、2、1，然后你们再赶快，对，看谁最快最大声。我们先从蜂蜜开始送起来。好，有没有人其实对我们行程还有兴趣的，在10月31号还没有拿到 DM 的人？来，这边还有我们的 DM， 待会记得哦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呢，其实真的非常的划算哦，而且重点是还有专人带你游我们的淡蓝古道，是专人一路介绍。因为其实我们淡蓝古道呢，经过重新整修之后呢，其实它的还是像原始一样，然后充满着呢人文气息，还有历史遗迹，以及呢还有很多生态，不同的生态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都可以来参考看看。好，来，马上第一个问题。还有人没拿到吗？还有人需要 DM 的？记得哦，只有10月31号这一天，只有这一天，而且我们是有限量的，对。满了之后就不会再有了。你也要吗？需要吗？不要太难过。好，来，我们第一个题目，好，简单一点。刚才有说他叫什么名字？等一下，来，3、2、1。好，不用急着一个。等一下，先放手，先放着。来，3、2、1。一下就好，我们不要喊两下，喉咙很珍贵，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再一次哦，再一次，来，3、2、1。很难选啊，各位。恭喜你，来这个送给你。好，来第二个题目，来，请问实定老街有一个硕果仅存的什么东西？
全台硕果仅存的什么东西？硕果仅存的什么东西？有人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技术，在河岸上的一个建筑形式。河岸上的建筑形式，对，有看到吗？有没有看到？对对对，在有知道了哈，知道了哈。好，来有三、二、一，好像考倒大家了，就是在这张照片呢、啊。对，我刚才有指，刚刚有讲过。对，刚刚有讲，刚刚有讲过，好不好？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你可以形容它，但是可能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。你可以形容，那后面这位，呀，对，吊脚楼，很厉害，没错，恭喜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大家跟我念一次叫什么？吊脚。来来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送你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有记得了吗？好，下次大家知道石碇老街有什么古迹在里面，有什么吊脚楼？对，好好，好，来，来下一个。石碇峰西沐雨几年？我刚才也有讲，石碇有峰西沐雨。什么叫峰西沐雨？有没有人不知道峰西沐雨？就是我们去保护那个河川，不要让那个河川污染，然后不能去抓里面的鱼跟虾，因为鱼虾都会维持整个生态的环境。对，所以你到石碇老街，你会发现我们的河川很干净、很漂亮，里面的原生种鱼很多。所以因为风西沐鱼，所以里面的鱼是不能抓的哦，抓一只要罚50000块。哇哇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到石碇的时候，是跟我们一起来维护这个环境，保护这个环境。对，没错。有没有人知道？有人知道我们风西沐鱼几年了吗？讲个大概就好。10年。5年，再高一点。8年。好，我选一个最接近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选一个最接近的。那你们都讲，我选一个最接近的。好，那这个20年是最接近的，因为我们金峰西沐鱼快20年了。快要20年。对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维护这个美好的环境，因为真的非常的不简单。对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要送大奖。我觉得刚刚那两瓶应该是要大奖送的。对啊。好像很难。那这样我想更难的吗？你可以想一题很难的，我们先想一题简单的，然后想一题很难的。好哦，好，那在家里缺面线，在家里缺面线举手喊我。好，都没有缺，那我们走吧。都没人反应，大家一听到说很难，待会都脸都歪了。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有没有人家里缺面线的？原来很多人家里都缺面线，而且很特别，我刚看到是绿茶面线。对，绿茶面线。你可以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是绿茶面线。其实这个石碇许家面线是石碇很有名的一家面线。应该是说老板本来是只有自己做面线，后来他研发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拉面线，所以他是全国唯一一家就是让大家可以把面团变成面条，再把面条拉成面线的工厂，就是 DIY 体验工厂。对，我们参加活动的 DIY 的，就是这个老板，他会下来带我们一起拉面线。对。然后他们现在有研发，就是他们会有用绿茶跟红曲，对，来做成面线。现在讲究健康，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只要来参加我们10月31号这个活动，它就在我们4个 DIY 的行程的其中一个，对，是主要的活动，主要的DIY 流程。后面的人来了，也有大家听到了哈。如果你对面线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摊位上面也有卖他们家的面线，很划算。你要送人的话，就买真空包，自己吃就买普通包，普通包就是小个短袜。而且我们今天有优惠，对，今天有优惠，今天买六送一，满六送一，好，面线买六送一，所以待会大家都可以到我们右手边后方的右手边第几个摊位啊？第一个跟第二个，好，来，我们再考考大家，什么考什么问题？好，我刚才有说到，我们石碇的淡南古道是一条什么道？因为总共有明道，
弯道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什么道？主要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对，运送什么？好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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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不要把答案讲出来哦。一样三二一哦，三二一。首先放下，首先放下，首先放下，放头上作弊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没有选到，选到。好了，来这位，请问是什么道？运什么？好，来来，大家手再去，手放下，手放下，再来哦。三二一，有选到，好，这位。不是，它运送什么？我们刚刚说的，除了平林有这样东西之外，其实我们实地也有这一样产品，也是非常有名的。对，然后最近它有一个什么蜜香什么，好，讲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好，来，手手放下，手手放下，再一次哦，来，三二一，金宝，金宝，刚刚后面那一位，好，来，请问，没错，茶道，恭喜，茶道又叫什么道？东南西北哪一道？什么路？东南西北哪一路？石碇的淡南古道是哪一路？南路，没错，那边故意还要考别人，好坏哦。没错，就是我们茶道以前呢是用来专门是用来运输茶的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也是最简单的一条，所以当天呢也会有专人帮大家做解说，带着大家走完多少几公里啊？2公里，哎，这个该送一下了，对不对？2公里，好了，最后一题。好，最后一题，我想问大家，我们石碇淡南古道有一个很漂亮的。